他没有承认你是他男朋友。美国那边的杂志想跟台湾的杂志合办一个时装活动，想要安排徐静莹到美国出差两周。该不会黄总今天回新加坡，你也要去新加坡出差吧？我没有在被他怎么骗搞的呀？刚刚不胡搞安装哦，都是爱以和为贵啦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，最都会时尚的好戏，女力报道。本节目由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。